Three treasures for new dial receivers. 他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，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。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. However,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. 2500多年前，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，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。他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。于是，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，四处去找寻名师。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。
常任，用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。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伤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成神桌，却保尔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，早又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奉请南无大慈大悲。